Mama? Ima nye. Baba ima. Ima. Ima nye. Eya. Hasil nanto. Kan kee man nyen la. Eya. Ai moi kai a ko. Ima. Ai na ma ai hasil nanto ha. Liu Sunny. Liu Sandy. Ke he nya ai e. เขาไหนอ่ะอายุจะไปอายุจะไปได้ฮะฮัลโหลเอ๊ะยัสอ๋อใช่ฮะมาไทยอ่ะพอไทยพอไทยฮะไม่ใช่ฮะจงฮักกันเขาบุกามูมูเที่ยวบัว那得也要都要说一说，从客家过来。就会谈客家呀。哎，你我呀，他就会当你上到的买问题，还是哎，你另外讨论的买问题，就做的讨论。讨论啊，你看，上海，上海，我也没有那个办法。哦，上海我，昨夜我讲客家会讲过来，我冇用客家脱口秀，所以。 用客家用上出一种的研究报告，对我来讲蛮简单，我一直来紧张。都我做嘛研究客家嘅，系因为我经常呢，然后我老阿爸爸就会教起我讲客家。我得呢老爸爸会讲下，你两岁呀已经开始做一点研究，啊，你话讲十年讲客家，用客家传统，用客家故事做的教起哈。 计划做一研究，一报告就会花差不多三四礼拜。然后我爸爸讲法，然后我讲你慢慢慢慢，然后我讲法，然后你就讲法，然后用一个照相机录下来。啊，过后然后全部录下来的东西，啊，我就看看他清楚，我分析，看出来到底，然后他讲。 讲一万多，安尼客家人的报纸，安尼文化，安尼翻译，可能会看出啊，好多马家东西，有诶有马家新的想法出来啊，啊，我透过无想到的东西出来啊，因为我每，这个用一三年讲出来的故事，我，安尼我里头穷下合作，啊，做一种片的本款，安尼客家人的故事。客家人。 做嘛黑板人讲山岗田，磨大海，磨做嘛干呀？个台湾人来，安尼黑板人就变叫多山度去。黑板人现在就本片人叫。系啊，叫多山度啊。你黑板人磨好，磨好啦，整咩？整东西啊！啊，原来啊，样就就话，伊就做做黑山度，所以就落山，落山黑磨大黑磨成法啦。 可开下好成法啦，有唔会好留约嗰种啊。有做啲老其他嘢，然后系啊，按落山落去，所以嘛，唔讲三天年，原住民做法，我做山度做啊。所以三天年变做三，即系黑年，反正一来嘅黑家年就黑家年，然后有一山一山叫一山，一族一族叫一族嘅人，啊，佢怕是讲嘅啦，你黑家讲嘅重要，嗯，伊就讲。 客家以前来，来过后呢，普通人来伊个，客户会地方普通人客家来哈，他们很本地客家人，后来啊，所以普通人还好过来，所以那你客家人就过山脚嘛，所以安阳先生啊，你客家人有老原住民呢，就过山脚过去，扎扎要做头啦，做头唔同啊是嘛？做啊，底下做。 最大啊！我强力量。嘿呐，俺哪卡强呐？哎呀，俺的意思嘛。唔讲中国人，中国人就讲到客家人嘛，因为客家人就上班老人讲，每老人对啊，每老人对啊。所以讲，你哈中国讲到伊有一道主念，五十人中年。嗯。你哈就咪讲当到伊讲，俺又唔系汉人。 我系乜嘢人，要一笑，然后佢做嘅要讲，我系乜嘢人，就一笑，哎呀，即系等于我做王，做王，我做嗰种咧，就会停得乜嘢最，然后。
Yeah, 蛤蟆人利用水台去就随便填的啦。对呀、啊。我想到哈尼拜。本来俩阿娘变化个个经济的问题哈，然后人啊，人的心个人的个种嘞，人讲啊分派，讲到就唔好分派，唔好让别人个种嘞，总系就会就个这个分派分档那样。C S C help 嘢啦 ，help 一批人啦。系啊，才哥 help 一批人。每次会讲咧，还没讲嘛，还都很慢咧。对。只要还没会毕业准时，肯定不会听讲的。历史没重要，还没毕，银行没过来，没办法提供。哎，来来住，提的多耐久诶，没办法提。但你一千两块银，就有办法提供啊。要不然人工要买，人工要买啊！因为你要买，按用如果用切五刷的方面呢，传下了，按用最有办法了解。肯定是改，他改伊呢来台历史。祖先就是跟泰州过来啊，泰州广东我们这来啊，就是有那个广客啊，就传下来啊。阿婆世家下，你都莫不会喊起讲客话，还讲国语。阿东，那下还开始讲国语的。阿公一空世界，要做别家样开始学讲国语。讲，你讲，肯定冇背人讲的话，唔带客家种，冇背人也讲客话，所以客方先讲客话。以前我带一个男装，换到客家装，跟我同学同到学老人，我哋阿阿娘提供伊哋来学老人，全部讲客话。因为伊啊，待个地方也当作客家庄，伊也有搿种个。伊也哈无嘛客家庄个，也哈全部穷下带。客家庄还呢有客家庄，不过客家庄有福禄人落去，像个南庄，可能安尼去个啦吼，搿以前按到客家庄。系啊。搿列都列还呢讲客家庄，我去到搿当讲嘛，讲国语讲福禄。搿阿公讲个去补习班个，啊有钱人也有去学，一般人。有嘛？做农的人，搿做田做耕田的人，赚了不卡了，按木头了，又没钱好出去，搿客家庄唔同搿带又按偏僻，你还是交通按方便的，看到搿冇偏僻，搿以前一偏僻嘞，全部用航路，那伊来打好嘛？搿过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1945洋诶，反转台湾反转中国，所以。日本人插进，台湾插进日本去啊，就离开台湾，台湾就变中国咧，中国咧就要开始讲国语诶。不过蒋中正还蛮过来，都1949年蒋中正来，所以讲还有34年。搿三四年，客家庄还咧讲客话，去政府判乜乜事情，讲客话就做咧，又唔咪讲讲国语啊。哈、哦，都蒋中正来，你看，爸爸1961年出生，然后该一多年，49还有11年，嗯哼，人开始印爱，改讲中文，讲讲国语，哎，点嘛，时代一代一代冇重要，一代一代不都该改变。所以以前的你讲客家人冇好写字，哎，你出去冇不会做事，也没用思想的哈。我做买生意啊，唔是想妈妈呀，就按用讲法讲。你讲个讲究平准的呀、啊。给下那有嘛写契约的的，全部人讲个人对人的信任。对呀，呀，你年老年的关系要变的吼。当然变啦、啊，以前爸爸带货的，跟唔是说一年偷钱唔是说，妈妈都一年偷钱。一年365天，不卡个五十数啊！讲出来有啦，唔会冇啦。我基本上人会个脸上会添照顾的，搿都要冇改变。搿哈多哈公贵，你哈多。老阿公讲客话啦。Hello。老卡老姑丈老妹妹，搿就是讲贵语啊。瑞林，哈尼拜姜新年希望佮我交新年讲下话冇？当然希望啊，当然希望佮你讲下话。
你上期喊你爸要不要搞新年工吗？很难哦。很难。所以唔可以讲，唔要乜嘅感觉。我感觉嘅感觉，佢都过意唔同啊，系嘛？佢咩？佢也唔够讲唔够咯，佢总唔同嘅啦。系啊，像新年阿咩，阿老爸爸咩老新年就讲客话，喺你拜几啊讲客话，讲客话讲英文啦。而且你讲客话，阿伯睇你。可以啊，其实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爸爸去听你冇想到，哈尼拜明天冇讲嘅新年要讲，哈尼拜哪一年会讲客话？要嘛打？冇 fit 就 fit 咧，假如都冇唔识。做嘛客家人，要美国一直要做客家人，等挨起客家人，挨不你，挨不十年挨起客家人，啊下期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恩怨们，这下礼拜我事情不晓得，下礼拜的事情，挨还做得要求嘛，做不得要求，你推推人家用的东西，当然做得传下去，传下去那种的，啊，也要美国，讲很难的做房地产人。也係做嘅總統嘅人要求，咁致命，佢一定要講嗰種嘅。哎呦，咁想法就係、是、萬人有能力，唔中用本佢嘅想法啦。當然係啦，唔好猜。啊，你可能唔係啊，咁好比較，咁美國人來都歐洲來過來了先咋，講英文，嚇。佢是英國省來黑道，有冇講英文？就你講歐洲人其他化，美國的原住民就係叫印第安人，佢也有一隻問題啊。會講英文的人來講，英國的人來講，佢就老同多人叫走要殺得安到集，然後佢學的語言也開始失態，也係美國的原住民也愛恢復佢的母語。係啊，印第安人。係啊，佢同樣的意思啊。佢政府來美國政府要求印第安人一定要講英文，而物界嗰種嘅落去就冇睇嚟啊。如果到亞下時代，人就會想，哦，我長輩講的話、寫的東西，安尼傳統。会全部 fit 他，我就会唔知我系慢年啊，今年会开始上哦，安尼一定会来。佮 shift 啥？还有 shift 啥样上啊？冇啊 ，shift 啥？佮可能有两啥、三啥样上，人家讲五啥、六啥样上，明白？佮就难讲，爸爸做嘛出国唔过后，佮母语冇，你下政府要做嘛转移搞？做嘛转移搞咯 ？fit 他咧啊？也冇办法讲，也下佮唔会讲安尼。用竹子啊，用乜嘅书来打打，佢就会讲，冇办法咁样吼。你今日你铺一铺咁样吼，尽量去教，尽量去本地里头，用咁样嘅心态，佢将来佢就会有向外发展嘅。当然，新人嚟讲嘅，冇办法讲，佢将来一定都要有心态。不过呢，一八十起讲有一生，现在听传统嘅咁样，因为都当成功嘅。将来到你就很啱冇人会讲客家话，你有办法将来安排了，又会讲又会写落去，哪一摆可以客家话就传承，就唔会难啦。加一只广交。哇！今年要去写客家话吗？因为我系客家。因为我系客家。上下礼拜你系要讲新年，你会讲你新年讲客家话吗？会啊。会啊。因为安尼客家，所以安尼客家就应该讲客家系嘛？就咁样啊？冇，该讲啊。系啊，你做得做，你做一做一只，像客家人以前元老，元老。系啊，一只，但是你猜，让过来。俺好多阿姨要做一点，以前阿姨。所以阿姨老公讲的要做一件啊，
有一件把阿公一件本本意去他啊，阿公慢点他家人呢，阿带兄他哎，跟演演了就是，因为哎，一家人一家人哎，一带个哎，人家做的做两层、三层、四层哎。嗯，是用一只 critical lens 来看一只故事哈，你就看出能力，然后 privilege 是有懂他一部分哈，是因为。他今年在历史上说也没什么能力，在政府没能力，在社会也没什么能力，然后他今年也提到认为他没能力，他因为慢慢的老那母语啊，老那传统慢慢的发展，因为他认为我要学生法，我就应该学国语，我爱为爱四年好好生活，爱就应该教伊娘个讲国语，一天天四年讲国语，爱为四年学国语后，爱将来出去无买咖啡，爱读书啊，爱穿鞋，佮好好生活，也只问题，所以也是 colonization 的一部分哈。colonization 佮伫台湾日本人也有 colonize， 中国人也讲国语人也有 colonize。阿公个叫那啥，爱辛苦的个做农的啊，在安偏僻的地方，他就想到哦，还得天天撒飞哈，还得天天撒飞好过年，还得天天撒飞也教育方面让好好对我心里好好。到我爷爷退休，我里头就生活挺好诶，是因为我阿公我爸爸他做到诶。陪我这里生活也好，我这里学很多国语，也很多英文，有读过书啊，穿过鞋啊，我这里有一种的 privilege， 因为没什么辛苦，就坐在中国来上，我为我四年，我用的教技好，我是不是要教技讲合法，我就有一种的印象，我是客家人，我跟我婆，我爸爸妈妈有人来讲我是客家人，有讲我娘来讲客家，有本来是客家的一些的东西哈。也喊我讲新年夜，我也有心，我留我里头的也客家的故事，也客家的经过传下来，本来客家的也故事，你也唔会听我也会退死脱。然后看出客家老。做客家人的历史，有可能到我爷爷退就会死掉，因为我无老，我里头无老客家户口，也无存不安的生意，哇，也真是系重重一只负担，所以我弟啊，我就无办法不用听客家，也不用听我做客家人一部分，也尽量的搞起讲客家哈，我做一研究，做一报告，也系为。保持你客家，你客家人的故事的一部分。啊，你诶，客家人啊，你啊，你妈妈按重视你，你客家人啊，而你好学客家文化历史啊，很听话啊。我家有几爱叫娘，娘。